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保罗说呢，我实实在讲，我讲真话，我不谎言，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。我是大有忧愁，心里时常伤痛，时常伤痛，这个是指 frequency， 也就是他伤痛的品数。那么呢，我大有忧愁，这是伤痛的分量，他是大大伤心，他是常常伤心。这个分量越深，也就是你对灭亡的人的爱越大的一个记号。次数越多，也就是你预备心为他们传福音的分量越多的时候。所以我们如果对罪人的灭亡无动于衷，我们要传什么福音呢？我们对罪人有时候的审判那个可怕的程度毫无知觉，我们会用怎样的感觉来把福音传给他们？我们对他们犯的罪在神面前是何等的可恶，何等的这个败坏，没有深切的认识，我们要怎样把救恩的伟大向他们讲明出来呢？那这些东西都成正比。你知道人犯罪何等可怕，那你就把福音的恩典的恩典的宝贵看到何等高的程度，这是正比。你感觉多少人灭亡，跟你要为多少人传福音的这个心智也照样成为正比。你对人在罪恶中间的痛苦了解多少，你就想象他们得救以后要达到的喜乐有多大，也成为正比。那这些的数学，这些的比例，就是成为你生命丰盛到什么地步的一个记号了。